她怀孕了。她怀孕了。她是一名孕妇。她是一名孕妇。一名孕妇去坐地铁，会有人给她让座吗？ 我们来看一下视频。 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 很多人给孕妇让座，因为她的肚子很大，大家都可以看出来她怀孕了。嗯，但有时候会出现很尴尬的情况，就是有些女人虽然怀孕了，但是她的肚子并不是很大，大家并没有注意到她怀孕了。 所以人们没有给孕妇让座。有些女人她没有怀孕，只是她的肚子看起来比较大，却被人误以为她怀孕了，然后给她让座。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很尴尬，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？